然，今天是很多学校的开学日，而台北市的公馆国小开学特别热闹，因为校方举办了 Color Run 彩色的路跑活动庆祝开学。现场的情况，我们连线记者邵玉敏来带我们了解。玉敏，请说。好的，直播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在跑道的旁边呢，许多小朋友都已经在这个起跑线上了，准备要来进行彩色路跑迎新学期的活动。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最新的彩色路跑迎开学。慢跑，慢跑，慢跑，慢跑。经过了一场彩色 run 跑的洗礼呢，现在身上跟脸上通通都是这个彩色的颜色哦。这也是学校所期待，希望给小朋友在新的学年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彩色的人生。以上是我们现场最新情形，再将镜头交还棚内。好，谢谢玉敏来自公馆国小的连线报道。